主料空心菜200克，熟猪肉75克，辅料油盐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食材空心菜熟猪肉，将空心菜洗净放在案板上切开，待用将熟猪肉放在案板上切成丝，收锅到油烧热，下入切好的熟猪肉翻炒翻炒，接着和入切好的空心菜翻炒翻炒，然后加适量的盐，加适量的鸡精，调味炒匀，即成。出锅装盘，烹饪技巧：家常菜，简单易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